冯石帆，你中咗我计啦！好悲剧啊！喂，乡主，这个丫头有父母不认，视为不孝，同你拜过堂，有夫妻名分的了，还去勾引郑克爽，视为不正。不孝不正的人，留在世界上斩害人的。我啊，快同两位大哥发誓，以后都跟住我啦！快啲啦！喂，乡主，我哋情同手足，我唔忍心见你为美色而断送你一生，所以我今日为你同佢了断。你喐手啦！我早已唔想做人啦。好，好啦好啦，呢件事慢慢再商量啦吓。仲使乜商量啊？一意劈死就算啦！我系乡主，我话唔杀得就唔杀得。我发个誓，就算千刀万斩、粉身碎骨，我都要娶佢做老婆噶啦。我真系对你痴心不变噶，要斩要杀，随便你，娶我为妻，第二世啦。李大哥已经捉到啦。好，咩人啊？我哋翻出去先讲啦。走，押佢出去。主德高望重，都是古鄉主看好啲。講咩噶？係台灣鄭王爺俾我哋總舵主嘅手語，佢叫我哋總舵主即刻去台灣解釋，整盲咗馮石帆呢隻眼，同埋意圖謀害鄭克爽嘅事。哎呀，你阿爺惡人先告狀，冤禮我師傅。哎钱大哥，做咩？即刻同我买五斤猪肉翻嚟。五斤猪肉？仲去？我即刻去啊！钟大哥、徐大哥，我炸起两只瘟神。佢两个咧？哦，佢哋出咗去把风，你知啦，风制中嗰份人不嬲都咁稳阵噶嘛。为了要我哋为乡主一心为国为民，对唔住多一次啦。鄭王爺公子，如果你傷害他，只怕陷總舵主於不義，令他無辜負上了弑幼主的罪名。放他們回去，就斬他們在台灣面前再告多我師父一狀，到時我師父就死定了，他很忘居的，殺了他的命。不要啊，不要啊，追討兩隻野經常陷害我們總舵主，將他一刀兩斷，免留後患。殺，免留後患，殺他。好，既然這麼多兄弟都說殺，我們就殺。錢大哥拿個豬肉來。是，放我師傅不死，在劍身查學頂好。本來就要半個時辰才死得的，不過有了化屍水了。
吉地，求见公主。帮我叫韦醉爷嚟啊！啊，做咩啊？佢究竟去咗边度啊？哦，我韦醉爷佢出咗去，一直都未翻过嚟。二公子，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，小心。二公子，你已经冇事。属下教导无方，致令犬徒胡作非为，不时之处，请二公子你多多包涵。请起。陈近南，你同埋啲手下以图造反，我今次嚟中原，系奉郑王府王爷之命带你翻台湾。死老鬼！既然王爷有命，属下自当遵从。师傅，因为在下仲有啲事未办妥，所以唔能够立即起程。等我办妥事之后，一定去台湾，绝不成言。唔得，你即刻翻台湾。你虎山分蓝色上大红啊！我就喺台湾恭候陈近南，你有种入翻台湾见郑王爷。二公子，我哋走。哦，陈王，天下美丽，多如过江之鲫，你何必要苦恋一个对你无情无义嘅女子？简直系自讨苦吃。二公子，冇乜事啊嘛，我冇事，小心。你要去哪里？天下这么大，总有地方去容身的。再说吧，我没理由成世跟住你的，我是你什么人呢？今次我利用你捉韦小宝，我都很过意不去，但我实在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。我心是怎样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跟我一起回台湾吧，我不会以你无名无份跟我的。一回到台湾，我就记得向你提亲。相公，你小心啲啊！相公，你点会翻到嚟噶？我大命啊嘛，周时都逢凶化吉噶啦。你个伤口仲痛唔痛啊？佢有冇难为你啊？吓！我识咁多个女仔之中，就系你对我最好噶啦。以后无论我娶唔娶到阿旺，我都当埋你系我老婆噶啦。相公，唔好同双儿开玩笑啦。我讲真噶，唔系开玩笑噶。虽然有啲人净系娶一个老婆。但系当我老婆死嘅，你我屙一啖先啦，一啖啦，嚟，边个？系我向住。喂，向住，徐大哥，总舵主想请你去分舵见佢喎。好啊。韦小宝，
喂，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嚟噶？嘿，佢咪韦小宝咯？佢系我哋白龙氏嚟噶。白龙氏，快啲攞出嚟啊！如果我今次唔翻台湾，凤石饭就更加振振有词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翻嚟一次，向郑王爷有个交代。凤石饭居心叵测，郑王爷嗰封手谕话唔系佢伪造出嚟引你翻台湾噶咋？封手谕真嘅好，假嘅又好，我翻到台湾，自然向真相大白。总台主啊，总台主，咩事啊？方天德，除咗你有炮腿，亦跟住你有解药啦。你都杀戆嘅，你估我系济公啊？后咁只喺个身嗰度捽几捽就有仙丹，至多咁啦。我应承你第一教主面前同你求情。哈，你个鱼臭未干个小子啊！你有本事讲你做教主咩？啊，先，我数三声，你好放咗白龙氏咯。就算教主嚟都唔放噶啦，除非你哋是第一个俾解药我。毛东珠咩咁好啊？值得你咁做？你行开，咪怪我唔客气啊！你仲唔走？师傅。喂，你放开佢啦！佢哋一拍两声嘅啫。你仲打唔打？当年我未食炮胎翼根丸，身材高大嘅时候，你未必够我打。而家点啊？而家算我唔好彩啦，师傅。先，韦公子，我睇睇佢先。你点会识得高矮头陀嘅？咁点关我事呢？仲有啊，佢仲氹我食咗嗰啲咩炮胎翼根丸啊，仲执埋个白龙丝我做。哦，先前穆剑平俾咗解药我食，而家冇事啊。师父啊，你嬲我入咗神龙教都冇话你知啊？傻啦！不过以后要打醒精神，唔好再招惹神龙教呢班人。梗系啦，见个鬼仲唔怕黑咩？师父啊，唔好再翻台湾受气啦。包嘢。攞嚟替自己打江山啦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唔好再理台湾嗰班衰人，由佢臭啦。嚟，攞去啦。呢包咩嚟？好嘢嚟噶！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咁我海族就出咗去咯。韦卓爷，佢话咧唔好嘈住阿双儿姑娘休息。哼，韦小宝咧？晏昼同徐大爷出咗去，仲未翻嚟咩？几开心啊！啊，日夜都出咗去。韦卓爷佢可能有正经事要办呢。正经事？正经得过陪我翻北京见我皇兄咩？唔使讲，又去咗揾阿柯嗰只狐狸精啦。公主，慢休息啊！你掘咗啲宝藏出嚟之后咧，自己组织军队，话知姓郑嗰班喺台湾发毛啦。你都系收翻佢啦。咩啊，师傅？你唔使同我客气噶，要咗佢啦，吓，要咗佢啦。呢啲碎片非同小可。如果你我两师徒会合会中嘅兄弟取出宝藏。舉旗起義恢復大明，我哋當然立咗太功。但係現在我要去台灣，如果隨身帶住呢啲碎片遠涉重洋，我怕會有危險。小寶，你收翻佢先。我喺台灣翻嚟之後，會去北京揾你，然後我哋從長計議。你仲翻台灣？你嗰班烏龜仔！师傅啊，你喺台湾延平郡王府根本就受尽闲气，郑克爽、冯石范无时无刻都想你死噶。二公子年幼，耳仔软，我何必同佢斤斤计较？你唔好咁戆居得唔得啊？人生于世，有恩当图报。
記得當年燕平君王鄭成功對我有知遇之恩，並且倚重有加。現在鄭氏父子身邊權臣當道，人才凋落，我怎可以獨善其身，離開佢兩父子？師父啊，師父，你將呢啲碎片砌好之後，謹記於心，然後將佢燒咗佢，以免落入奸人之手。邊個？總舵主啊，時候唔早噶啦。師父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见。各位，请留步。总舵主，俾我跟埋你去啦。喺度，喺度。各位嘅好意，在下心领。真金不怕红炉火。郑王爷一向耿直公正，头脑精明，绝对唔会凭一面之词就将我辞职。师父啊，你自己保重啊。少保，你起身。我陈近南有我咁好嘅徒弟，真系死而无憾。师父，你留翻去中原啦，你去斩死梗噶。师父，师父，保重啊！阿祖爷，阿祖爷啊，佢两个等你成晚噶啦。你，李公子，我哋入房直讲。嚟，请请请。啊！韦卓儿喺边度识佢两个嘅咧？系咯，睇嚟佢哋嘅武功高我哋好多嘅噃。做乜嘢啊？阿老就同你讲，系教主夫人派我嚟跟踪你嘅，我就云南一直跟你到呢度。哎呀，吓你两只嘢仲咁得戚？喺云南三圣庵吉祥赌坊，仲有一间茅舍嗰度，三番四次睇住俾人斩都唔出嚟同我解围，我死咗你哋系咪好安乐啊？我哋睇住嘅，你有乜危险关头嗰阵，我哋实出手嘅。嗱，好似高头陀，我呸！高头陀要捉我翻嚟俾吴三桂啫嘛，几时话要杀我啊？你两只嘢啊，系适合自己人嘅咋？哼，揾日啦，哼，我就喺教主埋夫人面前煮到你哋结塔塔。唔好讲咁多废话，吴三桂认输啦。你唔使呃我，我睇住你偷龙转凤嘅。本来咧，我去到北京先同你攞嘅。但系而家我哋行藏败露咗，我怕你会我咩啊？我出惯古惑嘅咩？本经书啊，想攞经书啊！听日去聚乐楼开定茶，我要派人送俾你哋。白龙寺唔系噃，你两个瘟神，你就好躝住啊！害我食咗几啖惊风散啊！你唔使讲咁多咩理你我，再俾我见到你人，见一次打一次，走！入去先讲，进入去先啦。上床啦，上床啦，相公啊！唔怕咧，唔怕咧，好啦，唔怕。你迟早都系我人啦，所以怕丑啫。你安淡先啦，安淡先啦，都话唔怕咯，安淡先啦，唔怕咧，安淡先啦，吓，安淡啦，我有淡咁多啫，都话唔怕咯。你哋听唔见咩？
個神神抹油我都唔識用嘅。你都蠱惑啦，好在我棋高一着，一路跟住你啫。今次我系得到呢本经书，真系多得嗰位建宁公主。吓，攞啊攞啊，攞翻神老都交差啦，话埋俾你个风骚教主夫人知，其他嘅经书咧就以后唔使再旨意攞噶啦。我咁做为乜得噶？皇上派我去云南查经书嘅下落，而家冇一部经书啊，都要揾啲碎片出嚟交差噶嘛，咁先可以氹到个皇帝仔攞埋其他碎片出嚟砌，抛砖引玉都唔识。难道你讲讲话大喉咙嚟讲啊？成屋都系御前侍卫啊！你哋都戆居噶，明目张胆上门揾我，佢哋挑通晒眼眉噶。而家想佢哋唔起疑心都几难啦，冇得掹噶啦。哼，白龙士，我啊点知咁多咧？唔好意思啊，白龙士，唔要啊！你哋咁叻啊嘛，以后经书嘅事啊，你哋去负责，我食少多教训噶。白龙士，算我哋唔着啦。时候唔早噶啦，夜啦，早唞，早唞，早唞，系咁啦，咪行住，搵北京等我啦，我会想办法攞埋其他经书俾你交翻神龙岛噶啦，咁真系唔该晒啊，白龙士，我哋走啦，韦翠爷翻嚟，韦翠爷，到底发生咩事啊？哦，冇事，冇事，翻房瞓，翻房瞓。叫你哋翻房瞓啦。系。早唞。早唞。喂，咩事三文唔见得七拍噶嘛？我唔想再留喺度，我要翻京城，我哋一齐翻去啊！听日翻，听日翻。张康年，听日同我去秦府路的吴艳红出嚟，一齐翻北京。系。如果唔系半路杀咗个程咬金，韦小宝我已经捉佢翻嚟噶啦。算啦算啦，唔好再提啦。王爷，咁我啲解药呢？睇情況，我已經騎上咗虎背。唉，王爺，我係我啲解藥啊，慢慢至算啦，失陪。叩见皇上，起身。吴英雄呢？喺殿外候旨。全家入嚟。系皇上。皇上啊，呢只死乌龟咧？快啲！参见皇上。边个叫你绑住？咩啊？阿父你受惊，奴才死罪。起身，朕已经查得一清二楚，你父亲造反一事全属虚构，只系奸党志在打击朝廷，离间朕同埋平西王之间嘅君臣之情啫。嗰个韩铁木已经被朕杀咗。皇上啊，唔系啊，佢。你處事糊塗，黑白不分，輕信谗言，诬告国家重臣，罪无可恕，你知唔知？姑娘屡次救驾有功，否则一定将你革职查办。皇
阿父，放心，朕呢个妹就交俾你，你要好好替朕管教佢。多谢皇上恩典。嗯。皇兄啊，我唔嫁佢啊，仲师姑都唔嫁。不得胡闹！而家纳父有咩？相貌堂堂，家世显赫，有边样嘢配唔上你讲？究竟咩事？皇上，如果冇乜吩咐嘅，小臣想先行告退。嗯，多隆，集，带小王爷阿父父好好服侍。遵旨。小臣告退。嗯。喂，皇上啊，佢，哎。你呀，你好大胆啊！你奴才不敢，哼，竟然串同公主嚟呃朕啊！我冇呃你啊，我点敢呃你啊？冇冇，吴应雄对公主无礼，你亲眼见到咩？你冇理由信佢一面之词嚟话俾我听噶。我系冇亲眼见到啊，但系当时房外好多人亲耳听到。哼，你胡闹啦你！吴应雄就算色胆包天啊，佢都唔够胆对公主无礼噶。公主的脾气朕仲唔知咩？佢一定是跟吴应雄闹交，慢起上嚟又将人哋，咪就系咁咯。咁奴才点敢多问啊？公主点讲，我咪点讲。不过吴三桂作反呢件事咧，珍珠都冇咁真啊。你估朕唔知咩？朕刚才对佢恩宠有加。無非都係權宜之策啫，希望可以拖住吳三桂，等到南懷仁同埋湯若望兩位洋人將神武大炮完成之後，朕就唔會怕羅剎鬼子嘅火槍隊。仲有吳三桂嘅勾結羅剎、西藏、蒙古，仲有神龍教，實力非同小可。大炮一日未成。我一日都冇信心打赢呢场仗。王爷，王爷你开恩啦，王爷！你居然挟持公主咁鲁莽，你叫我点向满洲皇帝交代？王爷，王爷你开恩啦，王爷！为免朝廷光罪，我哋应该尽快将佢押解上京，向皇帝请罪。人嚟，将佢绑起嚟！王爷。王爷你开恩，王爷，如果你要绑下总兵嘅，不如绑埋我哋，请王爷开恩。唔通你哋唔怕朝廷降罪？朝廷一定会起兵讨伐我哋嘅，最多同佢哋打过嘅啫。你简直系无法无天。王爷，我哋就请王爷称帝，带领我哋杀上北京。简直系伤害我于不义，王爷，王爷系明朝嘅旧臣，反清复明系堂堂正正嘅事嚟噶。万一朝廷方面，王爷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你哋肯为我背叛朝廷？满清君主昏庸，宠信韦小宝呢啲咁嘅奸臣，王爷你刁民伐罪。順天應人，我哋自當竭盡所能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係啊，王爺，王爺。禀告王爺，京城探知有密報。
世子同公主，下月初三喺北京完婚，世子仲封咗做子爵，加少保兼太子太保。唔系话世子俾韦小宝佢哋杀咗噶啦？王爷，我哋仲使唔使出兵？我都话康熙呢个皇帝头脑精明，唔系咁容易俾嗰啲龙神蒙蔽嘅。王爷鸿福齐天。皇上，皇上，免啦。啲大炮咧，就喺上边。唉，今次我哋真系边个都唔使怕啦。你哋两位发几炮俾韦爵爷佢哋睇。遵旨，预备发炮。系。皇上，呢几支大炮可以射向一里半外，靶子已经放在山下，里面是有硫磺的。听着咁建议，可以发炮。遵旨，发炮。俾一炮我玩玩啦！恭喜皇上，有咗呢啲神武大炮，包保皇上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战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你在雲南嗰陣啊，我已經下令咗叫人煉鑽十幾萬斤嘅精鐵，日夜趕工，製造成幾百冚嗰啲神武大炮。到時整好咯，一字排開對住吳三桂。你話佢仲敢唔敢造反啊？皇上，你神機妙算，就算冇大炮都打贏佢啦。皇上啊，嗰兩部經書你打算點處置啊？我哋揾咗咁耐啊，先至揾到兩本。仲有六本都唔知喺边添，都唔知何年何月何日先揾得晒。万一啊，系咁就不如烧咗佢啦吓。嗱，话知佢有宝又好，冇宝又好，求其就唔好益人啊嘛。你话万一俾人偷埋咧，吓唔会？皇宫咁远，边个有咁好本事？咁又唔系咁讲啦。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嘛，宝藏事小啊，我惊人哋起咗你个祖宗山坟咋。哇！咩事咁早啊？執到元宝啊！
你睇下嗰度先啦。哎呀！大功告成啦，嗬？我啖先啦。八旗围住个大山，吓唔使问啲宝藏实喺度啦。哎呀，呢劈咩嚟噶？满洲字嚟噶，我都唔识。哎呀，咁点啊？吓，点算啊？你唔使惊，我攞啲薄棉纸啊，印咗呢几个满洲字，分成两份，拎俾厨房个火头同埋门口个守卫睇过啫。哎呀，咁曳啊！呢三个字讲咩噶？鹿鼎山。鹿鼎山。五台山。唉，哼，碎片又砌完，地名又查完，地图又烧完。我哋冇嘢做咯，嗬，嗯，不如我哋大功告成啊！哎呀，三爷，走得抵嘅，三爷，喂，啊，你慢啊！张爷恕罪，皇上请你。